作品比作者诚实。小鬼作家养成班是上届坎城影展一种注目单元的参展片，导演罗洪康特曾以《我和我的小鬼们》拿下金棕榈奖，可惜这次却没入竞赛。尽管如此，小鬼作家养成班依然是部非常值得一看的片子，尤其是他对政治不正确的探讨。剧情乍看很简单，女作家受邀到一个曾以造船业繁荣的小城开设写作工作坊，获选的青少年学员有男有女，也涵盖了白人、黑人、阿拉伯人，有基督徒也有穆斯林。罗洪康特沿用他在《我和我的小鬼们》的拍摄手法，让这群扮演学员的素人们极自然地在镜头前表现角色，而达到职业演员也望尘莫及的写实效果。